民以食为天，国以粮为安。然而随着经济社会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加速发展，农业劳动力老龄化、成本高等问题逐步显现。谁来种地、怎样种地成为一个新问题。实现万顷田地无农人的科技农耕之梦，成为中国探索农业转型升级的重大挑战。这里是地处中国东北三江平原腹地的黑龙江北大荒晋三江无人化农场。从育苗、整地、插秧、田间管理到收割仓储，这个集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5G 技术、机器人技术于一体的无人化农场已经初具雏形。2022年初春，作为该项目示范区域之一的七星农场最新落地了一个占地2000平方米的新工厂，智能化暗室育秧工厂。这座工厂以叠盘育秧技术为核心，应用数字化、信息化智能管控手段，实现育秧方式工厂化。那么这些以往靠人工培育的种子能否适应现代化的新环境？今年科技备耕的第一道工序又能否顺利完成？在这里，所有环节实现了自动调控，经过48至72小时，这些种子就已达到了立针状态。立针期是种子根部发育、长出第一片叶关键时期，需要严格的控水控温，一般持续7至9天。在智能技术管控下，水稻育苗的时间大大缩短，同时用种量可以减少10%，出苗率、秧苗素质都大幅度提高。